休息一会儿，去做饭。由谭松韵、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《你比星光更美丽》正在播出，欢迎订阅。每日解说精彩剧情，韩婷简直是绝世好男友，季星随口一句我饿了，韩婷立马亲手为他做饭，妥妥的行动派，这很难让人不爱，难怪季星一步步沦陷。好在季星比较矜持，这换作别人早就生扑了吧，毕竟像韩婷这种完美男友一般只出现在小说，在外人眼里韩婷是高高在上的霸总，可面对季星他就是舔狗。曾迪一直疯狂暗示韩婷，韩婷从来不沾他的边，一整个霸总威严就立起来了，可看到季星就是抑制不住的开心，这简直是两极反转，韩婷对季星的宠爱都快要溢出屏幕。韩婷的爱是全面的，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，在季星公司面临困境时，韩婷会带着人脉跟技术在第一时间帮助季星逆风翻盘，为季星指点迷津，为他照亮前方的路，让季星的创业路少走很多弯路，很快步入正轨。星辰能有今天离不开韩婷的支持，不仅是金主爸爸，还是季星的小迷弟，季星值得最好的韩婷。